们现在手机功能也太全面了吧，我发现了一个叫眼神追踪，就是你只要用眼睛看就能控制手机，就是从辅助功能这里进去打开这个眼动追踪。牛啊，这不解放我双手了。老公，东西找你打台球。人都这么说了你不能不去吗？都搁群里张罗了你咋拒绝人家？你就说手机自己发的不想去呗。那怎么可能呢？那不你瞅啥呢？你有毛病啊。没办法，手机整的。你咋整的？你给我手机放什么东西了？罗西来电话了，挂了。咋给我挂的呀？我媳妇是黑客。你这什么熊样？不是媳妇，你怎么看的那么好？我这不好使啊。你看剧呢？没有啊。玩游戏呢？选不上牌都。哎呀，哎。Hello。老公，咱俩去穿音乐看看去吧。这不能抽过去吗？这个。